科学家和艺术家跨出各自的边界，在创造力的底层逻辑和美学攻击上携起手来，互相协作，互相激发。抽象思维上是一个，但是表现形式是两个世界，一个亲口，一个摸，就像两条平行线，我们是齐头并进，但永远不能合。科学其实是一个我们理解和感受现在世界的一个基础。做艺术的人或者做思考的人，其实是应该基于对现有世界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去做涌现。